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os programmes offrent plusieurs langues. Veuillez visiter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Visiten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Műsoraink sok nyelvet tartalmaznak. Kérjük tekintse meg it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那我们这个发展到绿色的部分呢，已经发展到说有权可以收入的，也吸引很多那个年轻人呢，年轻人回乡来工作这个农地啊，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来。 How farmers in Taiwan or Formosa transitioned from raising livestock animals to growing food crops. Part 1 of 2. Continue watching to find out more. Cherished viewers, we are delighted to present Mr. Liu Binghao as our host today. Mr. Liu is an organic vegan farmer from Hsinchu, Taiwan, Formosa, who owns an organic farm in the mountain called Forever Young Forest, where he planted 400 saplings and currently cultivates various type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t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wan, Formosa, Mr. Liu has worked as an insurance commissioner, a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a construction company, and a real estate agent. In 1991, Mr. Liu started his career in organic farming and promotes his work and a plant-based diet through his website and Facebook. His dream is everyone will work together to turn our earth into a beautiful paradise filled with love and peace. 问候优雅的观众，我是吕炳豪，来自台湾新竹。 台湾又称福尔摩沙。 我们友善待客的人民， 感谢您每天都付诸行动， 保护环境， 拯救动物。 欢迎收看 二集之一节目， 台湾福尔摩沙农民如何从 畜牧养殖转型为粮食种植。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前往台湾福尔摩沙的美浓地区，以客家文化闻名的美浓，地处高雄市的东北部，屏东平原的北部，坐拥4000公顷肥沃土地，是台湾福尔摩沙的农业重镇。 在1990年代初期，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每年饲养了成千上万只猪，因此这个地区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猪粪的臭味弥漫空气中，久久不能消散。然而今日，猪圈全消失了，农夫改种粮食作物。前美浓区公所 区长谢鹤林、前美浓区农会理事长林华玉，将和我们谈谈这么大的转型是如何开始的。其实政府当初推动这个林木政策，其实最主要是提供一个大高雄一个优质的一个水源。那在环保来讲，叫做水质水源保护区，好。 那只要在这个大树兰和燕取水口以上的，相关的乡镇区，都是列为水质水源的保护区。那水质水源保护区里面，众所知道的，早期我们美浓的养猪，那这个政策当初是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针对这个水源的部分，做一个规划。那当初的规划里面， 研究就是发觉养猪对水的部分是污染非常的大。那早期因为我们也在地从小长到大，当初的很多的水沟，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印象，都是一个不叫做水沟，是叫做污水沟，整个的
很多的水沟都是让养猪的畜牧的废水整个污染的非常的严重。那相对的，这些水道流到大树兰河堰取水口的时候，我想整个水质也是一样污染的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今天政府就为了取得这个优质的一个水源，所以说规划这个林木政策。因为这个水污染的关系，我们这边呢东面呢是那个老农溪，老农溪流出去的时候是高雄市的饮用水，高雄市的饮用水的污染很重，所以说政府就决定说这个养猪污染部分就是通通整收起来，政府有补助给他们。了解了养猪是水质污染的主因之后，政府开始拟定政策，停止该区所有的养猪活动。尽管发的补助金让猪农清除所有养猪设备，但是这些政策实行起来也历经相当多的沟通协调。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当初在执行的时候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困难。第一个，你一定要跟乡亲沟通，那当然乡亲沟通的时候你牵涉到他的利益，我想人之常情，他一定会有多所考量，那当然也会有抗拒。所以说我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不管是我们的政府各个机关部门，包含公所的同仁，其实都一直跟养猪户去协调。即使说你可以取得这些的政府补助以后，其实你还可以从事其他的，利用这笔资金你可以从事其他的一些的农业的行为，其实这部分最后还不错，就是说我们的乡亲也配合，到最后都蛮配合的。美浓的养猪户同意不再养猪之后，政府开始协助转型，辅导他们以其他方法营生。从那时起，农民改种的作物都很成功。请林华义先生和我们分享。那我们美浓呢，就直接就是辅导他种美浓陈蜜，还有美浓那个白萝卜，还有红豆，还有木瓜，还有现在目前为止呢都是芭乐，美浓都是有一定的那个成长的数量。还有尤其是说我们美浓米，美浓147的米在市面上的话得到很好的评价，都卖到没有货那面积呢又增加，他们鼓励他们增加面积种147来收割那个稻米，提供给市面上用。那我大概分析一下，就是说那个陈蜜的话，目前的陈蜜的那个平均值要是做得好的话，那农民要是有用心在工作的话，他一分地可以那个净利差不多150,000左右，还有那个木瓜呢，目前木瓜呢是美浓的木瓜呢，在台湾那个市场上呢，是四箱就有一箱的美浓木瓜那个成本在里面。还有那个红豆呢，目前美浓的红豆呢，讲起来的话也不会输，大家都是说红豆都是万单，结果呢是现在是美浓的红豆产量比那万单的产量还多，那就是我们一直要补助他们种这个里作的关系。那个白玉萝卜呢在市面上也得到相当的好评，因为这个白玉萝卜还有那个神秘番茄呢也是美浓独地形的关系。近年来最成功的农作名产之一是野莲，这种植物美味营养是美浓特有的，很多是种在以前的养虾场，现在这些地方已广泛种植野莲。后来呢发现这个野莲部分呢有相当的价值，尤其是野莲呢也不受天候的影响，台风来的时候也是照常可以那个采收在市场上呢也是帮助那个农民，给全国的消费者呢也是相当的肯定的。
最近一直在扩展哈。那我们最近这两三年的所得到的数据哈，差不多将近130几公顷。好，那其实这个130几公顷在美浓来讲，其实是创造了上亿的啊一个商机。好，那整个也不受气候、台风的什么任何的影响，一年差不多可以最少可以收3次哈，给我们农民朋友也带来相当稳定的一个经济收入。现在的美浓区每年生产的野莲超过2880公吨，产值高达3亿台币，1000万美元。昔日的野生蔬菜，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该区获利最高的农作物之一。自从农民停止养猪，转型改种农作物之后，不仅获利颇丰，美浓地区的居民同样也受益良多。可能马上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的水沟、水圳，整体的感觉整个水质马上就获得改善。那这个改善应该是讲说，河流恢复清澈，不会有臭味出来。那另外一个鱼虾开始恢复一般的正常的生态，好，那鱼虾一些部分也重现。那以前的是臭水沟。那我们这个发展到绿色的部分呢，已经发展到说有钱可以收入了，也吸引很多那个年轻人呢，年轻人回乡来工作这个农地啊，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来。刚才谈到说年轻人回乡，年轻人回乡的时候，他本身自己就没有地，农会呢有这个辅导他们承租这个地。以前的养猪户的时候呢，观光客呢好像很少，那现在改成那个农作物的时候呢，也不污染，空气也不污染了，环境也不污染，反而增加那个观光客，还有美浓有很出名的板条，板条店都是有那个每个礼拜假的时候都要排队的，所以说吸引很多观光客到美浓来观光，美浓本身呢就是好山好水。恭喜美浓地区的所有乡亲放弃养殖业转而种植蔬果的决定，真是激励人心。谢先生深信他们的社区可以成为世界效法的典范。其实我是感觉说，在以我们美浓来讲，从养猪、梨木，从我们的烟叶没有种植，那整个的农业行为的一些的转变，其实可以提供很多的各界的一个参考。现在的可不可以变？可能习惯了，可是真的没有改变的空间吗？应该在美浓来讲，就一个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提供各界的去参考。我想让各界可以在这种透过这些的农业的行为的改变，我想整个的农业还是可以持续下去，让提供比较优质更高品质的农业产品给到消费者的手里面。感谢台湾福尔摩沙政府的明智政策，也感谢高雅的农民停止养殖动物转而支持蔬果种植，愿您志向裨益大众的改变蒙受丰沛加持，我们祈祷您五谷丰登，事业蒸蒸日上。 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os programmes offrent plusieurs langues. Veuillez visiter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Visiten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ਸਾਡੇ ਪ੍ਰੋਗਰਾਮ ਪੇਸ਼ ਕਰਦੇ ਹਨ ਅਨੇਕ ਭਾਸ਼ਾਵਾਂ। ਕਿਰਪਾ ਦੇਖੋ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A wonderful transform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the Meinong district of Taiwan or Formosa. 现在没有养猪都比较以前比较好一点。How farmers in Taiwan or Formosa transitioned from raising livestock animals to growing food crops
part 2 of 2. Continue watching to find out more. Cherished viewers, we are delighted to present Mr. Liu Binghao as our host today. Mr. Liu is an organic vegan farmer from Hsinchu, Taiwan, Formosa, who owns an organic farm in a mountain called Forever Young Forest, where he planted 400 saplings and currently cultivates various type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t Chenggong University in Taiwan, Formosa, Mr. Liu has worked as an insurance commissioner, a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a construction company, and a real estate agent. In 1991, Mr. Liu started his career in organic farming and promotes his work and the plant-based diet through his website and Facebook. His dream is everyone will work together to turn our earth into a beautiful paradise filled with love and peace. 问候可敬的观众，我是吕炳豪，来自台湾新竹，台湾又称福尔摩沙。福尔摩沙热情的民众，祈祷您在上帝的恩典下健康长寿又幸福。欢迎收看本系列节目《台湾福尔摩沙农民如何从畜牧养殖转型为粮食种植》完结篇。过去在台湾福尔摩沙，美浓大部分的农民靠养猪或种烟草作物为生，现在这类农耕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种植美味的农作物，例如陈蜜番茄、高雄147号稻、木瓜、芭乐和独特的水莲菜。志向卓越的改变归功于明智的台湾福尔摩沙政府，为了改善水质，包括美浓在内，政府立法规定，在水源保护区一律禁止饲养牲畜。为了劝阻国民不要吸烟，福尔摩沙高雅的政府除了取消补助烟农，也停止向农民采购烟草作物。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介绍三位美浓农夫，听他们分享从养猪或是种烟草转变成栽种粮食作物的过程。首先我们要访问李焕生先生，他从前种植烟草，现在改业种美味的水莲菜为生。因为我在以前改良场回来的时候就是种烟叶，种烟叶因为政府他们要收回去，不跟农民打契约了，因为前我们种烟叶是打契约的，为了要收回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做的时候，才说转行种野莲，种野莲，野莲哦，我跟你讲了，照顾野莲很简单。但是不要滥用东西，就不要滥用意外的东西，你要有给它吃肥料水就可以了。但是地的气候啊，它有差别，会出不会出是有差别的。你像我们这边种的跟别人的地方种的不一样，我们这边随便一种就很粗，那边种的都很细，怎样肥料撒多少都很细，就差别这样子。彭玉文女士从前是美浓的养猪户，现在和李先生一样很开心改行种植美味营养的水莲菜来赚钱营生。是这样子，我种野莲之前我是在美浓这边养猪的，那时候我们家养了10000多头猪，有肉猪也有种猪，有公猪母猪，那我们家是一贯场的养猪场。
诶，那想要请问您当初为什么会从养猪就是转变为种植野莲？因为那时候政府在民国87年的时候，他推行一个叫做犁牧政策，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只要是全国在水源保护区的乡镇，都需要必须要犁牧，就是不能养猪，所以我们那时候被迫不能养猪，所以我们就失业又破产，所以我们就把本来的养猪舍铲平之后，我们就像这边你所看到的，以前都是养猪舍。一栋一栋的，而且都是自动化的。那我们就把它铲平之后，我们就是挖水池，然后开始种野莲试试看。虽然转型的过程不容易，现今彭女士对这项改变感恩不已，她发现有很多好。经济其实就是维持糊口啦，因为养种水莲它的人工成本其实蛮高的，是、可是呢它最好的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因为以前养猪你知道就是全身都会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个猪舍味，可是自从种野莲之后呢，整个人都清爽很多，然后空气品质确实提升很多，生活品质也改善很多。最明显的哈，就是以前你只要一下高一进来美浓镇，你整个闻到的就是猪舍味，因为那时候美浓养猪的密度是很高的，几乎家家户户除了像我们是专业养猪户之外，连那个一些公务人员他们家里都会养个十几二十头猪哈，这样。可是现在完全都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只要进到美浓，整个空气品质是很清新的，是很舒服的哈。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农产品开始有多元化，以前美浓就只有稻米、木瓜，可是因为整个现在水源整个改善之后，恢复到它本来起初的样子之后，我们开始我们的农产品还有陈皮番茄，还有像水莲，好，这个都需要水质好，它才能够种出不一样的品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浓的陈皮番茄、147号米以及我们的木瓜芭乐、我们的水莲都跟人家特别的品质比较好的原因。我很谢谢政府，他那时候虽然他提倡的犁牧政策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是很痛苦，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我们很感谢老天爷没有天无绝人之路哈。慢慢的你在你的地方慢慢静下心来去寻找，我相信老天爷会给我们一条路。特别的是很多虽然吃过野莲，他没有看过野莲，尤其野莲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特色，就是你知道吗，你所吃的每一根野莲其实后面是一片爱心的叶子，而且它是从小就是爱心，从小爱心长大成大爱心，所以我们说吃野莲你会好运连连幸福连连，因为你所吃的每一根野莲它是从小就是爱心呵护长大的。接着我们要访问李胜雄先生，李先生原来靠出租田地种植烟草作物来赚取生活费，现在已转换成种植多种美味的粮食作物。专种烟中工中瓜红台味落皮的会各种都有都去种啦，我不过一个树叶也平常也唔可以讲啊，比以前本人种人咧个差。冇啦，以前种人咧吼，却本人原来冇种人咧人哦，只却本人只有5000人啦，都原来农民嘛冇种人人得到个利益啦，冇个太啦，过七家过后。这个中木瓜个豆，这个来个个吼，比较的我那个生活水准啦吼，用个有过有改变啦，有对我那个那个家庭帮助过有个个的。现在美浓地区的农夫不再养猪，李先生发现环境因此有很大的改善，他相信。生活品质也好很多，彭女士也觉得新的农耕生活比较快乐，对于其他想转业改为
耕种粮食作物的畜牧业农夫，他分享建议如下。对，当农夫比当猪农快乐。因为猪很多病啊，他常常要打针，然后常常要给药，要投药，然后常常会面临生老病死的问题，尤其是病死猪的一些处理，后续的处理其实是很令人伤心不忍心的。可是种植物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跟伤心。我希望说大家就是养殖业的，他如果想要转到种菜这部分的话，那当然首先他是要很有信念，很有理念，好，他有一个信念在，他想要就是走种田这块路才能够坚持的下去。希望大家都一起来种田，然后多元化的农作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当这样像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相信可以带来就是整个环境会更好，自己的生命的体验也会更好。非常感谢台湾福尔摩沙政府明智的德政，以及放弃饲养牲畜改为耕种粮食作物的高尚农夫。愿您因志向高度利益众生的改变备受加持，祈愿您年年丰收，赚大钱，辉煌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台湾福尔摩沙农民如何从畜牧养殖转型为粮食种植二级之二，承蒙神的恩典，愿大家快速转变，让地球成为爱心的纯素世界，众生得享人间天堂。 Glorious viewers,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our completed episode, How Farmers in Taiwan Formosa Transition from Raising Livestock Animals to Growing Food Crops, Part 2 of 2. Through the grace of the Divine, may we soon enjoy paradise on earth as we shift quickly to a compassionate and vegan world. 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and suprememastertv.com/GG.